好啊 ，Woody 玩具狂人，今日咧嚟试一试个 crossover 嘅 Batman 啦，系穿越翻以前嘅洪荒时代吓。咁其实你而家玩穿越就即系任玩唔嬲噶啦。咁其实咧，啱啱嗰个嘅广告咧，即系一个新宣传都系几日出现啫，但系点知今日就有货啦，个老细都觉得好意外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嚟一个速评。咁其实仲有罗宾嘅，咁但系因为真系机未浓郁啦，同埋都唔够位待啊，所以就介绍住咧 Batgirl。同埋 Batman 先，即系同一时间变异小丑咧，又系好玩嘅，都好过瘾。咁呢个仲系大只版添。咁之前咧拍过瘦版噶，但系瘦版都冇时间分享。咁依家就要不如一次过咧个对比啦。啊，又系果汁。同埋今次特别咩咧？系除玩具咧送漫画，漫画都系吸引，即系我哋呢班死忠嘅。咁啊睇过先吓。咁原来套漫画咧已经有。咁原来套漫画咧已经有介绍穿越噶啦，时空穿越啊，咁啊就系呢个冰人，佢都有出到咧嗰个 figure 噶，不过呢个黑心嘅胶咧，实心胶黑色唔好睇咯。咁呢度玩 time machine 啦 ，OK， 透过 time machine， 竟然翻到过去，就见到呢个 Bat Clan 呢个蝙蝠族群啊吓，咁啊有今日嘅主角啦 ，Batman 啦。罗宾我就忍一忍手先，咁 Bat Girl 咧，咁都系拜玩具云之助所赐咧，叫我入埋一队，就系咁啦。咁啊，见到大家大打出手，就系咁啦。咁最后梗系 Batman 赢啦，唔使玩啦。一夜车爆佢。好，咁啊睇睇 Batman 先。咁 Batman 有两个石斧啦 ，OK， 呢个系石刀啦，斧加刀嘅设计，咁就冇替换手。OK， 咁啊，可动 OK 嘅，侧平举到嘅，佢咁大只，都双关节咧，咁啊手肘屈曲都，我觉得好满意嘅，因为咁大只啊嘛，都屈到喎，好难得。咁咧，大髀唔错啊，擘大一字马喎、啊，咁大只都做到喎、啊。一来咧，膝头哥又系双关节，哇！咁今次咧，我觉得呢、这个麦花轮有一个突破，个突破就系咁大只膝坐都冇问题。OK， 咁大只膝坐都冇问题喎、啊。好啊，最后决定性有冇接地呢？哎呀，仍然都系麦花轮嗰个老毛病，系冇接地，咁就非常可惜咯。咁你明可以起飞脚、截拳道、空手道也好、跆拳道，但系你冇得嗰个脚板向前咧，咁就起飞脚唔够型仔咯，争啲啦。咁你影相都唔好睇噶，你擘大咗只脚，你冇接地啊嘛。可惜啲，咁啊玩完 Batman， 咁啊睇下 Bat Girl 又点咧？咁啊雕工靓噶，先话咗 Bat logo， 石黑爪，石黑。咁其实如果你渗咗线咧，做啲旧化咧，更加靓。佢啲毛咧，毛衣雕曬出嚟，個雕工係靚嘅，雕工唔差。啊，嗰啲毛衣一雕曬出嚟，雕工真係唔差，非常好。咁我哋又睇下 Bat Girl 啦。咦 ，Bat Girl 嗰個封面咧，原來係完全唔同嘅喎。咁睇下个馅个故事系咪一样嘅先 ？Fact check 咗啦，咁原来个馅系一样嘅，系个封面咧就唔同。咁可能为咗个 cover page 啦，就有啲师兄就想集齐一套啦，就系咁嘅。好，咁咧就 Bat Girl 啦，有两个石斧嘅一样，都系冇替换手，咁啊俾 Batman 多咗个爪咯。咁可动性
一樣做到執評舉啦，同埋佢依家係簽有咗咧，咁你仲傷關節咧，咁所以都係屈得到佢好盡啦。一樣啦，你簽細咗咧，咁你腳嘅可動咧，哇！咁有啲似 Wakanda Forever 咁樣樣 ，OK， 可唔可以擺？哦，可以擺心心添 ，Hey Love Love Me Hello。咁當然你關節嗰度係一樣啦，冇接地又係可惜，但係可以咧係擺 Love You。OK， 有條辮咯。软头发、软边 ，OK。咁啊，呢啲系仲有啲骨，做嗰个嘅手爪关节啦，前臂关节啲爪都啲雕工都靓，唔错嘅。我头先讲咗啦，嗰个心心你啊。Love love 又得，但系就冇替换手咯。咁同埋佢嗰个胸甲，我唔系好明白，明明喺石器时代，做乜 Bad Girl 嗰个嘅 logo 系可以咁平滑，可以有金属嘅咧？咁佢前面用咗骨甲嘅，其实我觉得如果造型嚟讲咧，佢有啲图腾啊，有啲纹身会更加正。咁理论上依家呢条裤嚟嘅 ，OK 嘅，咁冇啦。毛衣啦，咁但系就露脚嘅，咁啊窄咗胸，喺个胸甲嗰度可能争啲啫，同埋都系有少少 Wakanda 咁感觉咯。咁渗咗线，啲皮毛咧，如果系加翻深色啡打翻阴影咧，会更加靓。OK。咁咧就如果拍埋两只睇，哇！即系 Batman 成个阿爸咁款，我觉得有啲似咧 Baron Colin the Barbarian 咁样样啦，哇！即系同霸王神剑 cross over 嗰种感觉，即系同。即系霸王神剑 crossover 嗰种感觉。咁攞武器嗰度要小心啊！头先我发现蝙蝠女个手指咧，其实好幼，有啲好似想整断嘅感觉，又硬，好难塞把斧头入去，所以千祈要小心。我依家都唔敢掹翻出嚟，我用风筒吹远佢先，安全啲。今次个大只佬 Batman 小丑咧特别，因为除咗普通嘅每一只 figure 跟一张卡之外啦，佢仲有几张嘅小丑卡。有黑喎，連個底座都唔同咗，因為不嬲嗰個底座係咩啊？黑色噶嘛，黑漆漆都儲咗好多塊。但係今次咧呢個紫色小丑底座咧係幾特別。我介紹 Batman 之前咧，睇下啲卡先。開頭唔知個座係咩嚟嘅，原來俾你插卡噶，插卡嘅，可能睇你心情就插上你中意嘅卡啩。咁然後就可以企喺度咁啦。有四张卡，都系全部都系小丑化嘅，都系咁样啦吓，都过制嘅。哦，后面有一样嘅 ，OK， 几特别啊吓。好，睇下个 figure 系点先。咁 figure 嚟讲咧，佢有一对替换手啦，咁有条边怪怪地。条边又加咗个蝙蝠咁感觉，咁佢个角就唔系好出嘅，可能因为沟咗竹卡啦。咁但系哈哈笑系过瘾嘅，咁佢大只得嚟咧，都系嗱，佢系今次手爪就系单关节，咁唔系咁大只，咁啊可动性就比嗰个盲方嘅蝙蝠侠咧争啲啦，因为头先盲方蝙蝠系屈到手啊嘛。OK。咁呢度就盡咗啦，咁但系反而咧，哦个大髀咧就系双关节，做乜鬼咧？咁点解个手爪唔做双关节咧？好奇怪，腰就
向唔到前喎，咬後都係勉強，可能大隻得滯啦，大字碼 OK 嘅。咁我開頭諗緊咧，佢同嗰個邪惡蝙蝠俠係咪都係同一個帽咧？一帽多用啦。咁一對比之下咧，原來係唔同帽喎，其實都有蝦喎，即係唔係話完全 copy 咯？你見翻嗰個邪惡蝙蝠俠咧，高大好多，個三頭肌啊、二頭肌唔同噶，邪惡版咧長好多嘅，所以唔係一個帽咧得翻出嚟噶。所以如果咁睇嘅時候咧，重新開發一個帽。大隻的 Batman Joker 呢是有黑的，我自己角度。好，那你對比完個大隻版是怎樣對比個瘦版呢？那瘦版都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了，是老婆帶埋給我做生日禮物，那它的蝙蝠標誌都不同了，熒光，那這個是肥大版一點的 logo， 有一次是Batman vs Superman 嗰個 Bat logo 嘅設計啦，係啦，咁個鋪就係膠鋪啦，咁你要布斗縫又好難咯，咁但係之前1989做到個布斗縫，咁點解依家又唔得咧？咁始終膠咧對廠商嚟講係易啤嘅，係啊，足架蝙蝠佢個奸樣。O K 喎，不過我嫌佢嘅耳咧短啲啦，長啲就會型啲。都惡上惡，惡下都麻麻地。咁佢身上面嗰啲哈哈哈哈哈，咁呢啲要滲咗線啦，即係腰包滲線佢先會揀得出啦。全身都涂滿咗足卡個招牌笑聲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咁後邊又冇乜睇頭，個翼啫，係個斗篷。咁但係我中意佢夠大隻咯，講真，唔錯唔錯。好啦，依家就三隻做一個對比啦。咁你見到紅方 Batman 咧，一啲都唔輸俾個大隻足卡 Batman 嘅，甚至高大啲添。同埋佢個 Bat Clan 個 Bat Logo 咧，我係蝙蝠族群個 Bat Logo 係石刻出嚟嘅，即係呢個仲係石器時代嚇，石斧、石 Logo、石爪，非常特別。頭先留咗試腰嘅，條腰屈前 OK 啦，屈後都唔錯，係唔知點解大隻 Batman 嗰個腰咧？真係爭啲喎，唔知咪條腰帶厚得滯咧，佢只有向後咯，唔可以向前咯。條腰帶頂住咗，但係紅方 Batman 係 OK 嘅喎，石器時代 Batman。咁你女仔你更加纖瘦就條腰更加應該唔係一個問題啦，反而佢可動都係爭啲，咬唔到前，因為前面呢個腰帶頂住咗，咬後 OK。咁啊嚟下啲 close up 先啦。好，依家三张牌平牌啦。咁如果你喜欢以上嘅分享，请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多谢各位，拜拜。